这是我的家乡，美吗？100多年的这个木房子了。由于最近我们这边一直在下雨，所以没有时间过来看这个风箱。今天呢，我要上去看一下，那风箱就在上面。我现在上去看一下有蜜蜂来了没有。已经到了这个放药蜂箱的位置了，这一窝还没有蜜蜂来，下面还有好多呢，我们到下面去看一下。这一箱已经有蜜蜂来了，我们现在打开里边看一下，要轻一点，不能惊动到的。哇，好强一窝，好强一窝！看里面这种情况，应该是才来2天时间。这个时候不能惊动到的，要不然就被蛰了。我们继续到上面去看一下。这边这几个药蜂箱都还没有蜜蜂来，这里一共10几个蜂箱，就只有下面的来了一窝，那一窝应该也就是再来2天时间。我们这边这个蜜蜂分蜂的高峰期已经逐渐的变少了很多了，今年的这个机位已经过去了，想药蜂只能等到明年了，这些蜂箱只能先放这里了。